好了。哎，困，怎么会这样？交换，no，no，粉尘，哇！大家都喜欢。好啦，你好失落。宝物资讯，我试着在盾上添加味道，却没有用。龙的巢穴有壁画，我将不需要在里面。龙的巢穴，十一号营地。十一号营地，十一号营地。龙的巢穴，嗯，鲤鱼龙是不是？哎呦！这里吗？偷偷爬，又不跟我说。双子之塔。啊！补补在哪边？去找啊！哪里？在哪里？补补啊！你有找到吗？哎、欸，尖龙骨。嗯。还有好多宝藏要用哦，弄一弄会不会半天就过了啊？说成就好干哦，元宵早，元宵几点啦？啊！
感谢，交换，地洞陷阱，哎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你好捧场，给你，都给你，交换，这个还好，哇，爆桶，好，给你，你最棒，宝物资讯，结婚要获得族人认可的话，必须在此的壁画上刻上两人印记，请在洪水附近找到刻在树上的壁画，找找吧。那是在日光很充足的地方。啊，哪里啊？一号营地吗？不是哎，17号哎，日光充足。可是我现在下雨天呢。洪水，日光充足，什么鬼？等下，哎，我真的要说，他这些位置，你不爬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在哪里呀、啊？瀑布内的洞窟里面吗？不是，这里吗？不是，等下，怎么转个头，它就不见了？它在哪里呀？它到这边来，然后嘞？跳下去吗？跳下去吗？哪里呀？往那边跳了，这边不是。他这个影片可不可以拍好一点啊？自己在边走错路，来回来回。哪里？
啊，这不就刚刚这个地方？对啊，布布也在附近说有啊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影片。哈，真的假的？他说这边要这样子哎，哦，这里。镜头，哈。好了，我们靠着攻略获得了，又获得了一个。不行啊，这没有看攻略，真的找不到。而且刚那个地方是要用靠滑步才能跳到的地方，哎，哇，这游戏怎么可能？在解什么任务？没有啦，在解那个寻宝任务，在遗物寻宝，炸开水坝的，好像20分的时候，那个任务有炸过了。好啊，不给宝物资讯啊。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较明白的看一看，懂就直接出发，不懂就是等，等看攻略。呜呜呜呜，我好废，我最烂。我就烂，
居然有这东西可以玩，可以啊。这还有成就哎，然后 PS 是叫做奖杯是不是？交换。哎，你好像还不错，喜欢，那给你吧。从龙族炸蜻蜓。你看有宝物啦，现在就有宝物资讯了。为了在婚礼上给小丽一个惊喜，我找到了礼物，那个是最大的甜蜜东西，非常治愈。啊，这就是那个啦，大回复蜜虫啊，这个我知道。然后再换一换，我们就出发。有没有人想要这个啊？给你。啊，不行了，33分了，我。这个之后再没有人要，大神秘粉尘给你，你看还有给鸟龙鱼，垃圾。那个等麦克快结束再来弄吧，准备出发，前往。买快的地方是男友。因为他有分说，你找到第一个的奖杯，跟各环境一个的奖杯，以及全部的东西的奖杯，更换道具，像我这些。这个全都是拿去跟他们交易用的。我想说，那时候我丢一个回家球，他们每个都想要，就把回家球放里面。然后捕获用麻醉球，他们也很有喜欢的，然后就弄一弄。好啦，我准备去开麦块。康熙来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今天以为我巨魔之地刷到差不多，不知道要刷什么时候，结果贴皮贴一贴，啊，怎么材料就这样没有了？哭欸，哭啊，哭啊！我看一下哦，1.15.2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等我一下哦，我等一下再进去。哎，好像可以进去了。先把关掉，然后 DC， 你躺在床上，我怎么一进来就听到躺在床上哀这个东西？很可怜啊！战友喜欢躺在床上，酱油起不来啊，送病有没有？起不来，躺在床上叫哇！我要死了，救命！要死了！救命啊！为什么？而且我还传染到我全家都有看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我是感染者哎，你就是最佳示范，就是感冒要戴口罩。你知道感冒要干嘛的吗？赶快去跟人讲话，赶快去跟人讲话。然后你还要假装打喷嚏哦，那边啊，恐怖，闭嘴，被电喽，开台了，八点吗？开台了，打我，耶，谁打我？不要互相伤害，不要伤害。啊！不要伤害，不要伤害，不要伤害他吧！八点啦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些花是来祭奠我的吗？哪里？我的外面呢？哎呦，掉下来，天堂哎！这是来祭奠我的。哇塞！
人我死掉，我没有按，我就直接飞来这里了。哇哦！我知道，大家都想观赏。对啊，哪里哪里？哦，一起八点六。哦，这是个爱虚拟、欸，真的都跑来这嘞，酷啊！啊，这是怎样？考自己是不是？对啊，这考自己、欸，烧烤回去，烧烤回不去，回不去了，烧烤回不去了，完蛋了。哪里？没有那个路、哦，没有。对啊，都回不去。我总听到河豚声音，我们总回不去了。TP 我，TP 我，TP 繁星就可以了。嗯。TP。Yeah。我刚进来。我刚进来。嗯，来、啊、这个报名式狼人杀又来了。哦。这一次呢？上次我们玩之后，大大的改版，一堆改版，现在已经我觉得很厉害了。很厉害了，对，而且他现在的地图有很多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观赏一下其他地图。哦哟，很多地图。现在的关键呢，报名是狼人杀一开始的那个票人键啊，他不再是要一直打人，就是你过程当中受到伤害也都没关系，票人键变成只有一票。哦、太好了，对他打你就是他投你一票，那你的票人键就没了，那最后白天就会看谁票数最高的那个人出局，这才对嘛。对，那如果有投票的话，他就是一个随机哦，OK， 随机一个，不会有活下来的人，我投错了，应该不会，没有，就是随机一个出局，因为很报名。好，那我们也规定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其实系统应该这样设，就是开场。可能等个十秒、二十秒，你才可以打人。嗯 ，OK OK， 不要像之前一样，一进去什么身份都没开就开始跳人了。对，直接开跳，不行，哈哈，等个十几、二十秒才可以打哦。好，然后各职业呢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女巫。女巫的话，之前有说她是第二天白天才会获得那个杀狼的药水。嗯，对，那他现在的改变呢，就是变得更像是毒药，就是他的那个药水是除了他自己以外，不论你是好人还是狼都会死掉。非女巫的玩家，非女巫的玩家都会死掉。对，赞哦，这才是比较正规的，不然原本的话有一点是，就是一个验金水药，反正扔就对了。对，现在变得不行，你要好好的确认对方的身份，有难度。对。那其他的应该都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玩一般的、正常的，玩一点可以再来一点，更嗨、更刺激的。他可以破坏啊！他可以破坏啊！他可以破坏啊！怎么会有木头？他可以破坏啊！不要破坏！欸，真的哎，这应该是冒险模式。我们全部都变生存了，我不知道。玻璃敲掉，因为刚刚你不要因为刚地上的羊毛破掉了，我又捡到羊毛。把你关在里面，拜拜，拜拜，哇，拜拜，你好火热哦！我好火热哦，火呀，火热热。波波是第一次玩嘛，所以波波你第一次，嗯，来这边书为你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点到那个报名式的职业。对，狼人，哎，不要一直翻，不要翻，大家一起翻的，哇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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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好了，我觉得小兵快崩溃了，怎么办？玩不下去了，玩不下去了，完了，不受控了，巧克力要爆炸了，不要给波波看嘛，没事，我习惯了，他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来，波波，如果你是狼人的话，那晚上的时候你会获得下面的一些道具。那最关键的就是狼人着装，你要着装，那你队友才知道哦，你也是狼，不然狼人彼此是不知道彼此伙伴有谁。那所以狼人晚上有可能互相残杀的哦。哦，对，所以如果你确认对方哎也有穿上装备，那就一定也是狼人。OK，所以建议就是狼人就是晚上你要好好的穿装。那体力增幅就是按照他字面，你那个滑鼠过去就可以看到他的效果。对，就是速度提升，宝石回满。你要追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。对，好，那狼人开眼的话是所有玩家都会发光哦，包含狼人也会，对，就是全面都发光，你就可以去找人。对，然后如果狼人有两只以上的话，每天晚上就会随机一个是狼王，今天是你的话，明天有可能是你的队友。对，那狼王的技能就是把你的狼伙伴拉过来。嗯，对，所以如果换言之，如果你是狼人，你忽然间被人家拉走，就知道哦，他是你的狼王。好吧，他是你的狼爸爸，不要乱砍。你不要被拉走了，爸爸，爸爸，红包拿来，然后直接砍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爸爸好冷。对，这就是狼人，
那猎人的技能呢，一个也是晚上获得啊，一个呢就是让狼人无法动弹，对，哦，然后另一个呢，对，另一个让沙瓦多过来，沙瓦鲁多，沙瓦鲁多，嗯，世界世界，嗯，那另一个就是让你的队友传过来，一定是好人，不会是传狼人，嗯，好吧，嗯，对。然后预言家的话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你可以选一个玩家去验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哎、嗯，我打岔一下，他可以验死人哦，好猛、哦。对，也可以验死人。我打岔一下，还是是看好人坏人吧，应该还是会看到职业啊。不知道，好像也会看到职业，我有点忘了。哦、等一下预言家可以说一下、哦，但是就是我们都说只要好人坏人就好。嗯嗯。然后无敌领域呢，就是你范围内的玩家会成为无敌状态、嗯，所以狼过来要砍你的时候，就赶快无敌就可以了。哦、oh, ，对、oh. 对，那女巫的话刚刚有说，灭人器，哎，白天有那个灭人器，他是第二天白天才获得，他是不是少两撇啊？对，第一天我忘了会不会获得啊，但第一天基本上也不会丢。那第二个药水就是无敌，晚上可以无敌。Oh. 对，那、啊、第三罐就是它就是隐形。嗯嗯，注意哦，是药水，它是要喝的哦，嗯、所以你要。评估一下时间，不要狼过来，然后你再慢慢的喝就被砍了。等我喝一下，等我喝一下，等我喝一口，还没喝完。啊，忍者的话，你可能实际用了会比较有感觉啊。一个的话是十秒内受到伤害会产生替身，嗯，他就不会死掉，你十秒内不会死，你只要被打，他就会有一个替身出现，很特别。那另一个的话是清除身上状态，然后变成隐形。比方说狼人用发光，你就可以用这个。啊，嗯，对，就会回到隐形的状态。对，那之前他的木盾，他的那个隐形是可以穿透，现在是不行的。嗯、哦，太 OP 了，好不好？真的确实。那其他职业就先不用看，我们晚一点玩到再来。OK。好，那就来。哇，这个没办法位置学了、欸，没有位置学了，没有。就是有个人，那就是位置学完。第一场先简单，狼人两个。炸气师、欸嗯，那对他一些其他职业，我们晚一点再玩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这跟后面各两个 ，OK。好，那就来喽。他感觉每天一分钟，晚上一分钟。不会啊，嗯，一分钟一分钟，打到，别乱打哦，别乱打，不可以乱打哦，不可以乱打哦，不可以乱打人哦，跳人界，乱打人的是小坏坏哦。等都，我觉得等都现行就可以打。我先躲起来了。那我觉得会有人，对不对？我要躲起来了。我先躲起来了。那我们也说，晚上的时候不能说人家的名字哦。就你被追了，你我他不能说是谁。我被追啦！死掉的也不能多说些什么喽。白天才可以这样，白天才可以。第一。对，白天才可以好好说话。哦，哎，这地图太棒了吧！波波往了遥远的地方，很可疑。不可疑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是个坏人。那你就是坏人啊！我绝对不是坏人，那你就是坏人了。没有，你跟王宇，外面这边溜达的都很可疑啊！哎呦，刚刚有人抢了我房间哦！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如果你是预言家的话，你要跳预言家，那就可以讲，就是你说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预言家，快点啦！哎呦，有没有预言家？有没有预言家？没有。有预言家。哎呀，狼使用发光了，发光了！好好好，偷摸大吉。隐月，该不会楼下是你吧？不不，我跟隐月是好人。谁？狼人想杀几个都可以哦，没有限制哦。好恐怖哦，这是谁啊？楼下一个在走，楼下一个在走。你知道我？哎、欸，我觉得隐约怪怪，我觉得隐约怪怪。没有，隐约是好人，隐约是好人。你们那个狼人杀二楼的，一个狼人杀白白的三个人，我觉得很危险哦。到底是谁啊？我在一个人旁边哦。隐约怪怪的。谁在那边开门啊？好烦哦。开门。我在很边缘。没有村民啊，我是快要白天了，大家忍着。扎瓦鲁托，早点用啊，都已经白天了。好，所以有人爆狼了，是不是？有爆狼吗？好像谁爆狼？酱油死掉，酱油死掉，酱油死掉了，酱油死了，酱油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场结束啊，我一定有句话要跟沙文那个人讲。所以下不能讲，不能掉了。对。
给你一句遗言，但你不能报对方是谁，你可以报自己的身份或干嘛。不行，我这句话一定要等结束才能。好，那你行就闭嘴，闭嘴。哎，小雨，哎，小雨很安静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小雨很安静。啊，预言家怎么了？如果阴阳狼真的直接就可以跳了。巧克力是好人，巧克力是好人，巧克力被杀了。我讲一下，水我先喝了。是。小雨晚上很安静。我在这个楼上看到案发现场。哎，走快！天哪，好快！救命啊！怎么又晚上了？女巫一定要好好活着哦。嗯，替身攻击。露米也要好好活着哦。有那个了，我看到了发光了，团团死了，我看到案发现场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晚一点验嘛，我白天，那个在跑的赶快跑，你后面有狼，有一只狼在追人，谁藏我？杰克是杰克是好人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追人，你刚刚附近有发光吗？我附近没有人，附近没有人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笑声好可怕，这死人的笑声好恐怖哦。好人啊，我是狼人，但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一件事情，我觉得狼人只有一个了。我是鬼，好不好？我是鬼魂。因为刚刚小雨怪怪的，我要票他。因为刚刚的发光就只有一次。我票。嗯哦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二楼突然没人，然后团团就死了。二楼突然没人，那小雨什么身份啊？我也是小雨，我也是小雨。小雨不是在这栋吗？小雨在哪里？小雨不见了，相信我。知道，因为一直在那边。小雨怪怪的啦。我突然在这里啊！小雨在哪？没有啊，小雨呢？你出来！你在哪？出来！你出来！这个地上啊，怎么要出去？露米，等下验小雨，他很奇怪。你躲好，你躲好去验他，你躲好验他。大家躲好，我们躲好躲好。小雨很可疑哦，小雨你是不是砍到酱油？酱油是不是狼啊？啊！哇，这个推理，可能欸，这个推理，我帮你播柯南的 BGM。哎，反正那边刚刚有人，我不确定是谁，没关系。啊，小雨，就是小雨。你知道我按完自动着装，然后我按下发光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太晚了啦！我不是迷惑，是他狼。还好我一开始离小酱油很远。哎呦！最后那个一秒，繁星就直接砍了对方。我跟他互砍，然后是随机抽的，随机抽的。对，快笑死了！替身攻击，超好笑。我刚刚门一打开就看到小雨冲出来。我说到杰克名字了，要记得晚上不能说名字，只能说死掉的。哎，酱油，你也可以说你是个什么身份的好人啊？对啊，你可以说你是预言家，有没有？你刚刚你就可以黑人了，你就可以这样。露米就是讲话。你可以说你是预言家，然后小雨是狼，这样就快速结束，有没有？可是我刚刚看不到小雨的头上名条，哎，这样他看不到。不是啊，隐形的时候看不到啊，对啊，那个时候看不到啊，那时候看不到。会隐形。然后大家当挡的，记得先躲好。就说赶快穿装，你还发光？出门要穿装吗？可是不是按自动着装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右键按的，我已经按了。没有，我打的时候我看到你还没穿，是的，因为我是按你跟小雨去交差，我们还旁边走，我们有话要聊，我们聊一下，要沟通一下。刚刚因为狼自己互相残杀，所以我们再一次这个配置好不好？好，我就想说第二天晚上怪怪的，应该都第一天就只有一次的发光，第二天只发光一次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真相就一个，来喽，九九九，九，等现行才可以打哦。好，是什么？好慌，我好慌，我要去那边。你好慌，木栗子是有到旁边。哎，我觉得有点怕。为什么我们两个都走这里？我不知道，中间好多人，他们都是怪怪的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进来我的秘密小会馆？
这里秘密吗？我觉得蛮裸露的嘞。秘密是我的小会馆，不要进来。那要不要来一间房间啊？这里门不要你干嘛？有人。你变态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杰哥怪怪的啦！跟着他，不要跟着我！你要粉团死就是杰克了，是不是？杰克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丑，不要理你。去会馆呢？不要！我太棒了！有变态在跟着我，只有狼人才敢那么跟人呐、啊！对啊，大家都分散躲起来。不要！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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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亮，你用光光了。哎呀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回头了，后面有狼在追你哦。狼停住了，狼停住了。我看到两个狼了，我看到两个狼了。哦，两个狼，两个狼，两个狼。穿他。他们在发光，那两个在跑动呢。注意，注意后面，注意后面。有啊，你说谁？你说谁？就是靠过去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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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他当然是死了，他当然是死了。我刚刚一直看着他，白痴！又有人讲话，又有人讲话哦。哎，云月跟酱油，云月跟酱油是好人。来来来，我看到你们拉人，你们是猎人。我要讲一个，我要讲一个，我是猎人。哎，你要讲什么，波波？我开始你的表演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。我昨天晚上好担心，担心好奇怪。繁星是狼人，不是。繁星是，我是预言家。我看到杨洋啊，哦，酱油。你这个位置很可疑。我刚看命案现场，你打我。对啊，我打你，我就打你。不是，我刚从温泉会馆来而已。真的假的？我哎哎，我就是敢打你，因为我是女巫。哦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要杀自己人了吗？哎，我没看到团团穿衣服哎。我也没有，不是繁星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想说你都把我传到旁边，你应该看到我啊，我就直接按发光，假装是人就好，结果你就杀我。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你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把我传到旁边。刚刚有暂停。对啊，对对，所以我以为你该跑掉啦，还是怎样的啦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其实也跟着停，我以为你有看。没有，因为我的画面不能转动啊。哦，暂停画面不能动啊。他传你，然后刚好暂停，然后对哦，那个时间太刚好了啦。误会，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啦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我要第一晚装一下，帮你用发光了。不过他那个装真的很装哎，如果他逃过的话。对啊，我们真的觉得杰克是猎狼，不是从另一边来的。我跟你讲，都跑好多一次就不见了。白天在那。